说实话，我跟诗晴呢，其实你不在的时候我们聊过两次。哦。但其实他呢，因为比我小十岁，嗯，没有十岁，没到十岁，八岁。我觉得他未必呢也能听得那么明白。我觉得你俩的问题啊，甚至不在日常琐事。我觉得你有一部分并没有跟自己和解。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岁数，可能跟自己和解的课题比较重要。我始终觉得你还是那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，甚至是严苛。我觉得你不原谅自己，你甚至不是不原谅别人。我觉得你不原谅自己，你甚至……当然，你事情对你非常非常重要，你很爱他，这个我真的能感受到。但是爱有时候啊，并不是说有爱就能解决婚姻生活中的问题。我从内心深处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而且对家庭是负责任的。我这么说你非常认同吗？你认同吗？他非常负责任，对吧？咱们就是客观的讲说，但是我觉得那些相处的细节，诗晴说到的部分，换成我，我也同样觉得压力很大。这个是不冲突的，你为他做了很多，他有今天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帮助他，这个他也在背地里跟我们都是这样说，他从来没有否定过你的付出。从我们认识他，他就说要是没有老纪，我也没有今天。他确实是燃烧了自己，把我变成了今天的我，然后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需要他了，我就要离开他，会让他崩溃。都说过，他从来没有否定过你的付出。从我们认识他，他就说要是没有老纪，我也没有今天。我从来没听过这句话啊。他哭了，感动了。哎呀，首尔说那句事情私下跟他们讲，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他，这句话让我觉得所有的事儿都不重要了。嗯，我终于他被肯定了，他就要这一句得到回应了。我终于他能够说出这句话，虽然不是对我讲，我至少在他心里是这样去看的。这么多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儿，就是能让他过得更好，没有别的事儿了。结果到头来我啥都没干，这样不好，这样把自己弄得很惨。我觉得今天他为什么上这个节目要否定你的这个部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想离开你。他内心必须要否定这个部分，他才没有那么愧疚，不然他离不了。他咋跟你离啊？他一边说这个人没有，这个人我没有今天，一边说我要离开你，那他是个啥呀？忘恩负义的混蛋吗？不就是？你首尔有没有也在说他自己？这就是在讲他自己啊。是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么明显。我觉得诗晴也是爱你的，他就战胜不了自己心里的那个。他其实背地里都说你这么多年工作，对他付出了很多。但同时呢，在你这种强烈的付出和帮助中，他感觉到自己的无用，他到今天心目中仍然认为你比他优秀的。这就是老纪需要听的话。正因为他认为你比他优秀，所以他才会觉得他自己被否定了。我不觉得王诗晴从内心里真的认为他比你强了，因为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可能也就不会那么拼命地证明自己了。我是觉得。我接纳，我知道我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，我是想强大。会，可是我又有点欣慰，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跟他的关系跟婚姻就还可以有模式走下去。我既可以独立一点，自己强大，他也没有那么管我，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平衡的婚姻状态。反正我是能够理解的，而且我觉得你们还是深爱着对方的。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。对，就是你们相处的问题还是要去解决，真的，不然的话还是会一直重复。你回到生活中，还是会重复。哇塞，好精彩，精彩！精彩啊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很精彩，诚实。
对对对，我有很大问题。是吧？就都是好人，都是可爱的人，真的。所以你俩一吵架，我就觉得吧，哎，好遗憾。因为我知道你俩再吵下去啊，你肯定是过不了，真的就是这样，就是过不了，最后结局就是过不了。我感觉遗憾可惜，那么甜的两个人。各自还是要想想，有爱情的时候还是要珍惜啊，又没有走到头。就是因为有爱情过得这么痛苦，才更难受，想不通。老纪很棒，老纪好好哦，是不是？进去。老六还蛮敏锐的。就是我觉得人犟有什么用呀？犟到最后还是会失去。我们从小犟到大，得到的是多，失去的也不少。只不过失去的我们犟嘛，不提了。老纪能听进去啊，这些话真的都听。老纪是听劝的人。嗯。其实如果呢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妹妹，你多肯定他一点呢，也许他对你的控制会少一点。嗯，因为我是认为他的这种你眼中的控制来源于他内心的恐惧，我觉得他非常怕失去你，但是他嘴上不能承认这一点。我觉得他的人生失去了很多东西，对于失去你这个部分，我觉得他有点不能承受。傅首尔看别人的问题看得好清楚的。对啊，你要理解一个曾经闪闪发光的男人，他也有他的忧虑，他也有他的恐惧，他也有他的担忧。我觉得现在他需要帮助，他曾经帮助过你。你要把他想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不是一个龇牙咧嘴、张牙舞爪的男人。啊，没办法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。都一样。当然离开不离开是你的选择，嗯，但是沟通方式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首尔姐真的很厉害，她可以通过表面看到本质。然后今天结束，我觉得至少我可以从沟通方式上先尝试改变。谢谢老纪，你怎么那么好，说的那么好，拯救彼此，大家拯救彼此。老纪好有意思。我想谢谢首尔告诉我这些，然后是打开王诗晴的内心，让他去说出这些，敢于去面对这些。所以今天很感谢大家，特别感谢首尔。来，庆祝一下我的结婚14周年纪念日。谢谢啊！开心开心，谢谢谢谢。我啊，谢谢。我很快乐。你这不是建议，你这是控制。两天后。每次我都被否认，那我的时间都干嘛去了？你到底对我是怎么看的？你确实让我变成了很不好的自己，我不幸福，而且没必要这段婚姻。啊？怎么吵成这样了？他俩？哇！好会剪哦！好会剪啊！一颗流星划过，离终点越来越近。
说我对我的准备的礼物很满意。真有趣，这两位。14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，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日子写遗。嗯，好。他又回到想。是的。